超爱。这件衣服真的超好看，我很喜欢。嗨，大家好，我是 Emma Tang。2017年的一月，新年快乐！希望大家拿到很多红包。如果你服务业，你有上班的话，你有拿到红包。今天呢，我要跟大家介绍呢，我2017年一月份有什么喜欢的东西。还有一件事一定要记得 ，please， 一定要记得追踪我的频道，欢迎追踪我的 Instagram， 应该是在这个下面，或者是这个下面。然后呢，跟大家公布一下我的 Emma in Glamour 这个网站呢，正式已经开跑了。应该是这边会有一个，我希望我可以做得出来，会有一个就是小的 title 在这里， Emma in Glamour 或者是 Emma in Glamour 在这里，就是要跟大家讲说，那个网站里面的衣服全部都是我自己亲自挑选的。这个网站里面，你可以想要走个性风格，或者是想要走比较休闲风格，例如说我身上这件衣服，它就是比较休闲风格的 colorful 的，或者一些比较 sporty 的啊，然后例如说棒球风的外套啊什么。什么的，反正 everything you find inside 里面呢，都是我精挑细选的衣服，或者是偶尔会有一些饰品啊，或者是鞋子。希望大家呢会喜欢我这个新的网站，然后也不要忘记追踪我的 YouTube channel， 然后也不要忘记追踪我的 Instagram。首先呢，我就先从包包开始讲好了。我最近很疯狂一个蛇纹的包包，超级好看的，就是这个。这个包包真的超好看。之前呢，我比较喜欢的是像比较大一点的啊，因为我东西真的超多，我有一种像是强迫症吧，我出门一定要带很多很多东西放我的包包里面，不然我一定会觉得我要是少了一个东西，我当天一定会需要那个东西，但我就是没带，所以就是我需要什么东西，我大概全部都会出门的时候全部都丢到我包包里面，所以我包包都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东西在 Zara 上面买的，因为我会先在网络上搜寻 Zara 网站上面衣服网站上面还有哪些东西，然后我搜寻完就是这样扫过一遍之后找到喜欢的，然后就会去店里面看实品。然后我今天要讲这个包包真的超好看，它是一个方形的包包，然后我有一个很喜欢的一个华航的组员，他很多东西都很时尚，他之前有在他的 Instagram 投了一张他带这个方形包，不是这种材质，它是比较素面的材质，然后但是也非常好看，然后我就找到这个我就非常开心，它真的超美。首先我先跟他介绍他的 detail， 它是蛇纹的，你看是蛇纹的，然后它前后左右，我觉得它的那个细节都做得很好。然后你看它这个五金也弄得很好，它到这边全部都是蛇纹，而且它的皮不会就是会有那种邋遢那种皮，所以我很喜欢。我最近很疯狂太阳眼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喜欢东西就是一阵一阵的，戴上去觉得很有气势。我超爱这个太阳眼镜的，我最近很疯狂，它就是要尖上去的，我觉得超好看。然后你放在上面呢？也超好看的，有时候你戴太阳眼镜是为了造型，我懂。它超便宜的，我是在 Forever 21买的。 Forever 21它有一些东西你要真的是很认真的去找，如果你找到好的东西真的是赚到。它上面是黑色然后金边，我最近一直在找一个想要是全部尖上去的，但目前还没有找到类似的东西。如果你们知道哪里可以买的话，拜托在下面留言让我去买，我超想入手的。然后第二个呢是有点像比较复古风60年代70年代的，它这个边边是凹过来的，所以它不是一般像眼镜走到这里，然后它到这边。那我就是很喜欢这种超好看的眼镜 ，Forever 21超好入手。然后再来呢，我要介绍呢我这个前一个这个月一月份我就是最近很哈的衣服。之前呢、啊、我一直在找说怎么样才可以找到一个就是全身可以毛毛的那种大外套，看起来超有气势的，然后就一直我都找不到。然后我原本是想要找背心的，因为我觉得那种全身毛的看起来会很壮。但是我之后找到了一家厂商，真的是超好看，他们家衣服都超好看的，它叫做 Boys White TW， 我不知道我确不定有没有讲错。他们家的衣服都超好看，而且我觉得是以比较像都会时尚女性穿的衣服。这个网站里面它所有衣服都有，然后但是关于皮草部分我非常的惊讶，因为它的皮草我觉得都很好看。你看是不是超好看的，我个人就是走浮夸路线，所以我就很喜欢这一种，就是很像，我不知道大家不知道 Rachel Zoe，Rachel Zoe 是一个很有名的那个造型师，她衣服超好看的，就是你看哦，她是全身都是毛，然后她的毛也不会看起来材质不好，然后她下面不会就这样到停，就这样就停止了，她就是这样子顺下来，所以你穿出去超有气势。第二件单品就是跟大家介绍这个，超好看的，你看它这边是宽袖口。宽袖口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让你的手看起来很细。它还有一个东西，就是，真的超好看的。
我给大家看。他们家有灰色、黑色跟白色，然后我很喜欢灰色，但灰色没有货，然后我就试了这个粉红色，还是给自己一个机会试试看，不要真的不要限制自己。粉红色也超好看，然后你看它上面的这个细节我很喜欢，就有点像小喇叭袖的这种细节，超好摸的，怎么这么好摸啊？它是分开的，有些 choker 式的衣服它是这样后面这样粘在一起，然后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换造型的话，就是你上衣就只能这样，你脖子上也不能就是拿掉啊什么的。但他们这个是分开的，独立个体，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好。就像我之前说的，我不希望自己给自己很多的限制。我觉得你可以永远都可以试试看你有多少的可能性。所以呢，我这次进了大衣很多，我这次进了很多件大衣。你有搜寻我的 Instagram 的话，那个 Instagram 里面呢，我在过年期间我几乎大穿这件外套，超好看。它是那种棒球衣的这种造型，但是它是长版的，它也是有点像是西装材质的外套，一种很利落的感觉。还有一个细节，这件细节真的超多。你看它这边是金色，我不知道看不看得出来，它这边呢、全部都是金色，这边这样看得出来了，它是金色的，然后就是一直紧到下面，然后我觉得超美，我觉得黑配金真的很美。反正这件我真的很喜欢，然后它这个金面设计我真的超，而且它这次它里面有白色跟黑色，白色跟黑色都超好看，拜托一定要去 Emma and Glamour 看，这次衣服真的都超好看的，我好喜欢。再来第二件呢，也是风衣的路线，然后它这个风衣啊，比较有趣的风衣，就是这一件，吊牌都还没拆，像西装外套那种感觉。然后你往下延伸，再来就是这边。你们看到这个超 Q 宽版的设计，最近宽版生意真的非常红，宽版设计真的是很多的好处，然后它这个宽版我也非常喜欢，然后它也不是全长，所以它都是全部大概都是到这边。如果你在办公室或者是上学那种去学校啊开学的时候，你都可以穿这个，我觉得超好看的。第二件我喜欢的衣服真的超好看的，一种女强人的气势。再来最后一个东西，我跟大家介绍就是鞋子。我以前不是那种会超 care 鞋子，因为我觉得鞋子穿起来都一样。我会比较 care 是上半身或者下半身，我鞋子想说随便穿，反正怎么样都不会太怪。然后，但是我最近发现一双高跟鞋真的超好看。我最近很疯狂尖头的鞋子，不管是平底或者是高跟的尖头鞋，超好看。这一双是尖头的拼接高跟鞋，超好看的。它是麂皮的材质，不过我找到它的时候我超开心，而且它还是特价。我觉得特价真的是害死人的，它是以拼接的方式，它拼接了麂皮材质，然后后面的又是皮革材质，然后到后面又再变成麂皮的材质，然后再往下这边还是皮革材质。我觉得这是一个超酷的设计，我真的觉得超美的，你可以知道它有多美，它真的超好看的。前面是鸡头鸡皮的材质，我跟你讲鸡头，反正这个呢就是我最近超爱穿的一双高跟鞋，细跟拼接高跟鞋，他们家现在还有在特价，有喜欢的人记得去买。以上呢就是我这个月一月份2017年1月份我喜欢的东西，我疯狂的东西，我会把他们的资讯全部都放在下面，就放在他们的那个 description 下面。希望你们大家会喜欢这一次的影片，然后我也希望我之后可能每一个月都可以出一个 monthly favorite，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我最就是每一个月都在疯狂的东西，可能是美妆，然后也可能是衣服，可能是包包，就是所有东西我都在疯狂的，或者是影片啊什么的，然后我都会尽量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年行大运，谢谢大家，拜拜。